面中可以看到黑熊波比原本半趴在树干上，下秒突然站起来，跨过树干起身，还往围栏边走，大放送与游客近距离来对看，也像是在热情迎客。只见现场的游客们好惊喜，不断抢拍，直呼幸运。哎，他会跨过去耶！高雄寿山动物园黑熊波比过去曾一战成名，这个战是指站立的站。明星动物大年初三被捕捉到起身直挺挺站着，热情迎接游客造访走春，模样实在是萌翻了。园方笑说波比让大家拍好拍满，只差没有高举双手向大家 say hi， 但这样子已经让大家看了好满足。过年走春，寿山动物园也吸引大批的游客亲子同乐，初一初二大约有1万到1万多人入园，初三当天更接近2万人，一起跟动物迎接春节假期。